要想身体好，锻炼少不了。给大家分享一套古法居家拍打操，健康新航向，在家做康养。记得点个爱心收藏起来，不然想看的时候可能就找不到了。动作一，两侧的肘窝拍。南无阿弥陀。动作二，两侧的腋窝拍，左手穿过脑后，捏住右耳耳尖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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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动作三，两侧的肩颈拍。动作四，我们的胸口膻中拍，找到胸口中心的位置，双手合十，五指并拢，膻中主我们的喜悦。动作五，我们的中焦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学会的朋友记得点个爱心收藏起来，转发给你身边的人，包括你最亲的人，你最爱的人，你爱谁，转发给他，让他跟着我们一起锻炼吧。